第38集，高端局钟馗出装教学。有很多网友留言私信问我钟馗怎么出装，那么今天百星王者高端局出装教学来了，号称峡谷无敌神装，第一件装备闪电刀。因为钟馗经常扇别人嘴巴子，先出此装备不仅手速比别人快，一巴掌过去还带闪电，让对手当场闷圈。第二件装备要买一双高帮水鞋，毕竟峡谷路况不好，经常去野区走河道，有一双鞋不扎脚还防水。第三件装备复活甲，考虑到钟馗在游戏中担任重要角色以及经常送人头的特殊身份，很容易成为敌人首要攻击目标，有了复活甲成功骗出敌方所有技能，然后原地复活掩护队友完成反击。第四件爆裂之甲，号称峡谷之甲，因为钟馗经常被群殴，出了此甲随便别人怎么打怎么斗，堪称峡谷无敌，能坚持到买完这四件无敌神装就已经可以随意游走峡谷了，漂亮。